書法用墨汁不出奇啊！如果中國畫，如果畫山水，其實真係應該用啲語，應該用磨墨嘅方法畫。因為你冇辦法，如果寫書法太多墨，磨磨唔掂。當時咧，如果係畫。依家啲老師都唔得，完全忽略咗呢一樣嘢。想買嚿立墨都難。我見到我未見過真係一嚿咁樣嘅。點解借借俾你？佢好似有一嚿。我都未見過。一條一條嘅。係啊。Thank you.